拥有140多名会员的宜兰县美术学会发挥组织力量，邀约了120件名家作品，当中包括了书法、水彩、油画以及摄影和雕塑等创作，每一件都是一时之选名家之作，如今可以聚在一起参展，无论对参展者或观赏者都是相当特别的经验，一次就可以观赏上百位宜兰最著名的美术作家创作，对喜好美术以及研究各种艺术媒材的参观者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会。那我们宜兰县总共有105间学校，每一间学校都有，那我们也很感谢这个处长的协助，在他们的校长会议时候我们会发给到每一个学校。这些作品是宜兰县美术学会为了庆祝建国百年，特别向会员们所收集展出的。除了彼此交流不同领域的艺术手法，也希望在文化局展出的开放空间，能吸引一般大众亲近艺术，提升文化水平。难得看见百家争鸣的美术作品，是值得体验一回的美术洗礼。雪穗新闻吴芷云、范文斌采访报道。